阮祖师是持家精神，啊，因为持家，咱伊咧讲是讲伊脑筋去加度的嘛。持家有咧落架，地方才有咧落架，伊就固定一档，就是落来一转，就是二月十五生日进前一定会落来，这是固定。爱落来，肯定交代代志。啊，无就是除非发了有人出代志，伊就落来。啊，伊落来的型哦，其实我感觉金星甲装美化伊，真正是甲装美化伊。哦，你若去大陆查出了，其实。时间就是长底脚嘛，啊，看到敢若离体过迄个感觉，啊，因为可能咱人拢会甲装哦较美化，所以咱就甲装甲倒做啦，因为差不多迄个开口，内底伊的门心出代志，我比如讲生死关门，伊会来斗三工，迄是阮内底一个发啦，我即嘛差不多发生六七当前，七八当前。这个人吼，就是嘛，小可爱佚佗，爱就是讲朋友大嘻嘻花花嘛，大伫外口，啊人讲啊要冤家，啊嘛无伊个代志，伊讲啊无好，我嘛来，啊去，就甲山顶冤家，啊甲山顶冤家上人家迄落伫个海山大，人家三四米倒对个形状差，爱家己嘛唔知哦，是慢传上台，我讲你哪会老火？然后就伫个小东路遐，紧甲送去基地。迄新台敢送去新台，然后新台时阵，迄阵敢若嘛十一二点，我落接到电话，我内底敲讲，哎、欸，有人出代志啦，讲啥物代志，讲去用插着心脏。然后当宵底咧想到死啊，咧是搁敲我创啊，我诶想法是安尼出间就死啊，因为你插着心脏，你搁对小东路来，基本上人是无救啊嘛，啊因为。到迄个时阵，咱伫厝嘛，就是坐袂着啊。然后我讲，就等来庙里看，有影讲要落来处理。啊，就我就赶倒，赶倒其实人就拢倒来。然后我开始要准备处理这个代志的时阵，我明就落来处理。啊，我明就伫遐去甲吊，就去搭动伊个坟仔遐走。伊就是迄阵就落架了，就讲紧个，无人一定拖伊啊。啊，然后了伫遐开始舞甲一点外，我明起来啊，就是。王爷落去阴间要拿这种杂叶粉，啊杂叶粉就等于讲咱是半退价是咧等，就等于是倒咧等。啊王爷起来，醒起来讲人变倒来，但是嘛是有危险，就是有危险，想讲这人到底救会起来救袂起来。王爷讲紧诶，紧用一盘油灯，放喺世界头前，甲点落到生死庙遐写。当阮家问了时阵。那边的声音就来了，病医就传电话来了，讲人挂起来了。这人现在还在啊，他以前在这做告别告一段时间。